想要做老师的人会当考虑看卖，分人是要举办国小加幼儿教学程序，国小老师有100空教学，幼儿园老师10，是这10年来人数上侪一摆。教师就讲，这几年退休的国小老师有较侪，希望稳定师资，卖影响学生的受教权。林国林定南国小当年代理老师的柯慧欣，去年参加国林国小老师精算考试，差一挂就考到。这个希望6月考试会当顺利考掉正式的老师。我尽量我还是会报，那就是当然名额越多，就代表越有机会可以上岸。那我们当然是能够有机会就尽量试试看。吴广富教授表示，虽然全国少子化趋势明显，各县市的学校拢有减班，老师超过名额等问题，但各级学校一定看管老师总数几啊年。国家上这几年有真侪国小老师申请退休。希望能保障这些企业。这个国小代课比例的这个部分还是偏高哦。另外再加上今年度，那我们这个正式教师的退休也有增加的现象哦。那所以我们经过盘点之后，为了要稳定师资哦，降低代课的这个比例，机会确实有比较多，所以还是要分配。因为第三年考第三次、第四次，所以自己还是要分配一下，就是准备的时间。教授就讲，经过盘点，这次国林高中精选国小的老师109名，幼儿园的老师10名，总有119名老师，也是10年来欠业上侪一年。目前嘛已经有超过800人报名，希望透过考试精选会当稳定师资，避免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。记者杨文报道。